站着不动应该是在面对自我时架炮状态，攻击间隔，谁说加25%的攻速啊？是攻击间隔减25%，跟加25%不是一个东西。架炮呢？我架了吗？我在架炮吗？你不知道我在叫炮吗？怎么样？我是在架炮吧？发起进攻，跟着我。献祭。知道我在叫炮吗？收到。怎么样？这个架炮不是很明显吗？别出声。好，我对线这么强吗？发起进攻。技能已经好了。啊，我这么强了吗？是主一吧？我主错了。哎，你还风筝我？收到。这小子，是新发明。你这么肉的吗？他看不到我。发起进攻。完毕。收到。哎，抢我这个野怪！我的能忍。我到底什么时候架炮了？我架炮了吗？哦，别担心，火鹰来了。开始撤退。不行啊，钟无艳在上面。开始撤退。哎，他架炮没有别的姿势吗？我感觉我没感觉到自己架炮啊。收到，开始撤退。无家制造。连坐完毕。大招还未升级。玩意伤害真高，别搞！我们这里什么都缺，但是勇气要多少有多少。独家制造，光圈不是显示了吗？是吗？有显示吗？发起进攻，看清楚。凡事少问，收到。问问自己。感觉老是五个，别说 E 呢，老是主二技能是犯了什么病？啊，我忍不住点二技能是为什么？发起进攻，请求集合。献祭就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嘿，在这儿。有没有搞错啊？我闪现控妲己。准备越一下吗？请求集合，收到。哎呀，我伤害好高啊，但是我老是学二技能，是有什么问题吧？我。Killing spree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传奇英雄登场。你自己的出场频率。限定版强化弹。我跳起来还勾不勾得到？我跳起来他应该勾不到了。开始撤退。邀请函中提到的合金弹头，应该能让我的火炮威力大涨了。这个英雄叫什么？叫莱西奥。开始撤退。你小子，和我对点。开始撤退。大招已经好了。You have been slain.按快了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一技能，老子主二技能。你试一下跳起来能不能勾到？他有些技能他是可以躲的，好吧？就比如说什么那个船，是吧？有好多技能是能躲的。他哪些技能能躲，哪些技能不能躲，我不知道。大家看。大招已经好了。Your
跳起来貌似能被打断，不知道呀，我也是第一把玩这个英雄，我感觉很强啊，最近大招已经好了。我曾经忘记面具下的人是谁，想起来了，是新发明。来喽，呜呜呜！面朝大海。哎哎啊！别怕，交给我。没死。我给你跟到他脸上，轰个大招，居然不死。发起进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的，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呜！呜！听说远海藏着巨大的海。好玩。他们会场训练。Enemy killing spree. 那什么海尔大呀？开始撤退，收到。呜！呜个鬼呀！哎，别别别别！哎呦！发起进攻！还要熟悉熟悉一下技能按键。有时候老是把这个一技能当什么了呀？一技能有点感觉按起来，按起来后，就是按了一号，我感觉自己像黄忠。我二技能应该是隐身的是吧？新发明。好硬，就是他 A 出去那个感觉好硬啊！啊，感觉。就是说要站着不动 A， 其实他后那个 A 出去那个后劲有点大呀、啊，这个后劲。请求集合。哇、哦！咚咚咚咚咚咚。不可能说。站着不动 A 吧。独家制造。哇、哦！轰轰轰轰轰！大招！轰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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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轰有更弱小的人在身后，这就是我站在这里的理由。请求集合，收到。站着不动啊，站着不动还是架炮，这 A 的更快了。哇呼！这机器是。大招已经好了。他如果那个被动，他能显示一下层数就好了。显层数还是差点意思。小心，一般人。呜呼！掩护完毕。呜呼！开始撤退。呜呼呜呼呜呼！呜呼呜呼呜呼！填上去了，哎，我隐身了，哎，我隐身了。哎，理论上是隐身了。感觉这个范围一锤才把我嘎死。炮车出击，
大招有斩杀，是的，大招要残血的时候丢比较猛烈，好吧？加12%的已损失生命值，日落海烟，发起进攻，花秀集合。海中有海中的规矩，技能已经收到了。外城有外城的活法。我飞，开始撤退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的 Enemy double kill. 什么呀，兄弟，你都要死了。Enemy triple kill. 海都有句老话，财产可能被夺走，命运却不。虽然这也没什么财产。在老船长回来之前，面具就由我来保管了。赶紧出碎金石，发起进攻。我们这里什么都缺。收到，发起进攻。气，外国船有多少？发起进攻。独家制造。哎，总感觉这个一技能像黄忠的一技能一按，自己又没加速，感觉有点小憨。那，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。来了来了。呜呼呜呼，哎，我这怎么伤害一下高一下低的呀？收到。在空中使用二技能不会抛出烟雾弹，并且普攻不会被敌军所阻挡，啥意思？海中有句老话，财产可能被夺走，信念却不能。虽然我也没什么财产。请求集合。有射星锤了，现在伤害应该起来了。发起进攻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Nice. 别出声。发起进攻。嗯。发起进攻。我又来了。玩玩失踪。在那段扮演的日子里，收到。哎，这一下怎么感觉伤害又高起来了？哎，我跳起来的时候他拉不到我。啊，我怎么感觉我刚才跳起来的时候他没拉到我？奇奇怪怪的，再研究一下。有更弱小的人在身后，
这就是我是吧？我跳起来的时候，他哦，对，白起有种感觉嘲讽地面的，我跳起来，他就拉不到我，应该是这么个逻辑，好吧？没毛病。收到，请求集合。技能已经好了。嗯，等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pree. 上天，如是功，轰轰轰！上天，轰轰轰轰轰！收到。发起进攻。Fabulous. 你看。请求集合。轰轰轰轰轰！好猛！还可以啊，这英雄。炮台的时候不能用一技能。你队友蹲草的时候开二，对方能看得到吗？他这个隐身是最高级的，是峡谷里面最高级的隐身，是丢了二技能后你看不到的，好像是的啊，我记得他这个二技能是绝对隐身，是吧，兄弟们？他这二技能是绝对隐身，是完全看不到。就你在里面乱刮技能，可能你是在掉血，但他不知道你掉没掉血。我就是你在里面你不动就一定看不到，李元芳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他是隐身是最高级的，最顶级隐身。